伊朗也是推南下个航空节，筹备下就是台机航，总共还有2000人次，就是乃至8000人次来参加游行。大锤也入七家做个头旗，韩国三部领导表现出七家的特色。两也是推南下个发动当中，规模最大、人数最多的一场两届游行。台南客家航空节正式启动，全部2000人次1103的队伍，由市长王美哲带头，对师傅徐丽雅讲，从游行到台南市客家文化会馆，也个生态的游客发通，成为唔少唔咩客气的民众来感受客家风采。很高兴，因为可以参加这个客家精神，他的那个应景精神是我非常欣赏的，还有客家的文化。祝福你也祝福哦，祝你那个航路，他个身体健康，哦，心情愉快。赢得国中的学生的龙虾大师，完全展现客家开口时的特色。接下来由各沙旗协会带来多年的歌舞表演。台南市客委会举办台南客家行通节，用以团年气扶上的客家意识，团结许多客家的乡亲，一起来在客家文化上、在语言上、在种种的活动上，都能够更彰显我们客家的乡亲的应景精神。客家话要讲出来，客家人要提出来，唔咩客家人爱来认识客家。来自台南各地的游行队伍，又会用松岗村的服饰为主题。又会用陶器展现传统的农家神话，以能分别对莫强的文化层面游客亮相，也创出台南市方第一百双千日行上街头的纪录。客家新闻陈文莲台南报道。